俾钱你，点啊？白白白车，我俾咗钱你噶啦，我俾咗100蚊你噶啦，我收唔到啊！哇，你冇得话交我喎，我俾咗100蚊你噶喎，你冇跌咗咗，跟住话唔冇得话交我喎。近期海婷好红啊，好多网民都留言。 片咪见到攞住张100蚊，再自己掉咗定唔知收埋咗，笑死！我见佢100蚊揸喺手，但系唔见佢俾钱喎。好想知最后架车搵唔搵到张100蚊啊？Channel C成功搵到的士大佬啊，为大家解开谜团。Hello Hello， 早晨。因为咧初头咧，佢话佢将银纸跌咗喺部车嘅时候咧。 咁个警察到场嘅时候呢，警察已经喺架车度揾过一次，揾唔到张银纸嘅。跟住呢，佢又到佢抄，可能抄抄抄抄抄，就用佢只魔术手，就喺架车度揾翻张银纸出嚟。件事就系咁啦。好想知道最后嘅结局系点啊？司机大佬可唔可以分享下？扰攘咗个几钟头咯。成单嘢呢就系咁啦，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